一个新港时刻，那是历史的所在。大小事项，家己我相关的事事项项，拢伫个新港无事吗？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。生活公司三空中的好朋友 Happy Mother's Day 母亲节快乐，那就来这里问卷调查一下好了，请跟大家拍这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杰。大家好，我又来了。是阿杰，这是在这位熟客。虽然没有熟客券哦，没有 VIP 卡，这是刚刚的民意调查。这个目前在那是妈妈的生日顶顶，你大概拢会做什么款的表示吗？还是讲，我想要了解，对对对，比如讲过去的二十几年，你都安怎庆祝这个母亲节的？一定会去吃饭嘛？吃饭是想出钱。当然是小时候是妈妈出钱的，妈就出逼。啊，佮有一种代志是细汉的时阵会写信、卡片来送信。写作业不是好好的作业吗？不是不是，真正好好认为要求写作业哦。我好像反而没遇过学校叫我们写。不是哦，想自己内心都丢完呢。对啊，因为小时候买不了什么东西啊，你就写卡片啊。安尼写吼，简单写讲母亲节快乐，还是安尼热热等安尼写作业。我觉得也不知道热热等，也就中间一张卡片啊，还是写一些什么谢谢，都画一些有的没的东西。话说你记得他中间安尼写卡片，可能妈妈接到会真感动嘛。啊，你即马已经出业嘛，对不？所以就没写啊。啊，你爬起来总是上起来的一步。啊，但是妈妈你袂当安尼点痴痴啊。有啦，他送一些，他那时候刚好可能缺什么，这个就缺，他刚好换眼镜啊。你说妈妈送一些比较实用，他刚好有缺。换眼镜。他刚好换眼镜啊。母亲节刚好换眼镜了没有？母亲节是个仪式感啊，他要换，不然你要什么？还是你不是我妈呀？好难搞，好难相处。不是你这个人很怪，怪怪的。我干嘛这样呢？什么意思？怪怪的。你会写卡片表示是感性的，但是你讲上起来妈妈的好灰，我的老花是你说的啊，就近视眼镜啊，感觉没有仪式感啊。那你觉得要怎么样才有？那部就是爱和妈妈 surprise 在就在那部。什么嘛？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啊，所以我在问你啊。我讲卡片嘛真好，卡片因为你是有心意、用心的写，当然妈妈收到才欢喜，所以它是无价的。你讲一份卡片。贵啊，十块，较贵嘛，才百几块啊。